八桂大地，山川秀丽，健康文旅，全区布局，绿水青山，天然氧吧，特产美食，民族风情，生态宜居，康养长寿。乡村大舞台，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系列节目第一站，桂林市工程瑶族自治县，第二站，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第三站，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四站，北海市合浦县。秀甲天下，壮美广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乡村大舞台栏目，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系列节目的第三站。我们呢现在是在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录制现场。也许你不太听说河池，但有说一个人名，你马上知道哪儿了。告诉大家，刘三姐的故乡。苍山歌嘞，这边唱来那边河，那边河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我想可能一听刘三姐三个字马上就精神了哈，哎，就知道这个到了我们刘三姐的老家了。哎，这观众就是不一样。其实咱们环江呢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居地啊，这个有十几个少数民族，你比方说毛南族啊、壮族啊、苗族啊啊等等等等啊。看看我们今天其实大家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我们两位主持人哎呀也是穿着民族盛装来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啊，所以他们俩穿的服装就是毛南族的服饰。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这么漂亮过。哎，小飞哥，你怎么穿的跟我们不一样啊？这是目前男主持人里边体格长得最壮的一位，所以最后啊，这个壮族的这个服装还是我当仁不让。哎，环江，你听这名儿啊，肯定是大环江、小环江把我们这个美丽的地方包围起来啊，就叫了环江。而且咱们环江呢，这个申报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地，对不对，朋友们？大家就看看我们周边这个啊，这还不是核心地带啊，就看看我们这风景啊，就知道了什么叫世界自然遗产地了。嗯，祝福你们。也羡慕你们啊，天天就生活在仙境里。面对此情此景，面对我们热情的各民族同胞，我不由得诗性大发。哎，我这诗最大的特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什么什么？就是不押韵啊！这叫诗吗？我先听听。但是我的诗，哎呀，那一定是充满了底蕴。来来吧，
壮丽风情，故事多。好，第二句，第二句，美不胜收，其喝彩。好，的确不押韵。玩云碧水，飞鸿毛。哦，鸿毛。最后一句。啊、哦，哎，江山如画，在江南。好，好，好。这个全国最有水平的诗人就在这儿，哪儿都不挨哪儿。不是小毕哥，好是好，但真的不押韵。但是您说那底蕴，我们也没听出底蕴。对呀、啊。所以你看，什么叫文化底蕴不同？这半边的朋友们，一会儿我再来一遍，你们听听门道啊。我念完了，你说头一个字儿。我们注意他的第一个字啊。这半边，你们念我的后一个字儿。啊，头好好头跟尾，明白吗？来，听着啊！壮丽风情故事多，壮多美不胜收，其喝彩，美彩环云碧水飞鸿毛，环毛江山如画在江南，江南。前四个字是壮美还江，后四个字多彩多彩。哇，原来毕大诗人做的是一首藏头藏尾诗，又藏头又藏尾。哎，跟你说押韵很容易，嗯，既能藏头还能藏尾，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是的是的，失敬失敬，是不是？只可惜啊，嗯，刚才应该把头放在我这半边、嗯、把尾放在他那半边、嗯、这样就对上了。哦，那我们重来一下吧。不哎，你这么一说，咱们今天要分成两个队，对不对朋友们？对对对对，索性这半边你们这个队就叫壮美还江队。我是队长傅玉龙，咱们队的这个队名就叫壮美还江。好，咱们这个这半边的朋友们，我们这边的名字也有了，就叫多彩毛男，好不好？好。好，我说一下比拼规则，现场的朋友们请掏出你们的手机，扫描你们座位前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投票了。那么今天的投票规则非常的简单，就是只投出一个获胜者来参加我们乡村大舞台年终特别节目《出彩乡村之星》。那么你们也可以把投票的界面分享给你的亲友，共同来投票。正式比拼之前啊，咱们还要把镜头切换到选拔现场。环江，一个被江水环绕的小城，依山傍水，景色宜人。这里少了些许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却多了一份山城的恬静与安逸。今天有一件事情让这座小城热闹了起来。我们要去参加海选啦！哇，这关刚才对了呀，刚刚这首歌送给你们，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我在毛南欢迎你，还江还定定。
嘞，拉溜拉溜拉溜拉。嘿里要冷不要冷，敢用山卡看瑞叫，白不溜又马不溜，用根瓜骨论手海。顶一身马人来嘞，摩托登街写五百，写五百。拉溜拉溜拉溜拉，侬啊侬啊，你们赢了球。老乡亲们真是多才多艺，歌舞曲艺样样都精彩，男女老少人人乐开怀。正所谓乡村处处是舞台，咱老百姓乐起来。到底哪些演员能够在选拔中胜出，登上我们的乡村大舞台呢？壮美还乡，多彩毛男，我们来了。比拼马上开始，我先来。哎呦，我们先来啊！终于抢到了啊！好，话不多说，有请我们的毛男乐队组合，有请。三月份的雨水多呀多，山上的石头滑溜溜的。我要穿过弯弯的路呀，看着牛儿过沟坡。春天里的鸟儿多呀多，采撷野果节节可，躺在石头上面看云朵，想着晚上回家吃什么。谢谢大家。
你穿的这是毛楠族的？对，这是我创新的设计的毛楠族的服装。哦，自己创新的。对，毛楠族的元素。对，这是我们毛楠族的老的织锦，毛楠族的织锦。嗯，哎，姑娘很有才哈，又会唱歌，真，然后还会服装设计。姑娘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蒙瓦努索，我是地地道道的毛楠族姑娘。瓦努索呢，其实是一种花的意思。蒙。蒙娃努索，蒙娃努索，大家喜欢叫我蒙娃。蒙娃，蒙娃，很萌是吧？很萌的娃。哎，你们这个情郎一般用我们女孩子会说勒别，男孩勒曼，勒曼，勒曼，勒曼。就女孩的对象叫什么？如果说你已经嫁给他，他叫格劳。没嫁，没格劳，没嫁，其实也就只要能称呼他叫勒曼。勒曼，你现在是有勒曼了，还是有格劳了？格劳了呢？我就问这事儿了。对，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事儿啊。我都没有呢。啊？不可能！真的，我你要真正说，这小伙子马上就要投票了啊！投啊，就开始投。我先，我先吧。你看你急的那个样子。来来来来，跨级的这个。给你一个机会。哎呦我天！这里有没有想跟他 PK 的？来上。想跟他比拼。不要怕他。你们俩这样，给你俩出难题，这向他表达你们的爱意，然后姑娘最后来选，看你谁能打动他的芳心，开始吧。萌娃，我好喜欢你哦！你看，我的真心感动了上天，上天都流泪了，流泪了，你得表达呀，你得唱歌，你不能光说呀，萌娃。A 萌，那公 A 萌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笑了，是吗？是我爱你的意思吗？好，哎呀，人家小伙子就多直白，该你了，不能输啊！我就唱一首毛楠歌吧，好吧。勒别难闹刚疼嘞，几刚疼嘞，比起来三得来有牙功嘞。哎，上帝妈妈呀，那得你个忘记个上等，哎，比我爱起老一样嘞，都爱了。这个好听，唱的真好听。来，送入洞房。走。什么？你就是送洞房？你姑娘同不同意？什么？你就送？你看他俩多有夫妻相啊！大家觉得他俩般配吗？还是他俩般配？你们选谁？你们选他俩呢？还是选他俩呢？或者是我俩呢？没你的份儿。有你什么事儿？来，大家说。啊？谁？谁？这边。啊，人家觉得他俩更有夫妻相，对不对？啊。小伙，你虽然很有才，就是你的体型跟我一样有点壮。我这得揭个谜底。啊。人家这一对儿，原本就是真夫妻。哦。没错。哎呦，你们觉得他刚才这毛楠歌唱的好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们，他是汉族。哎，你知道吗？这是咱们毛楠女婿。看来毛楠族的文化对你影响很大，是不是？毛楠族的文化就是特别有吸引力，特别尤其是他们的这个山歌啊，特别好听，特别好听。刚才我觉得你唱的还真的是很地道的，这是他这个。教得好吗？啊，教得好！哎呀，小伙不错，有眼力，让你捷足先登了。再次掌声感谢，谢谢。谢谢这什么步伐？哎呦我天！你这是何方神圣？哎呦，我觉得还是这么带上吧。对，哎，这个更帅。哎呀，以后他就永远这么跟我们主持吧。你是要表演吗？我是要抛砖引个玉。嗯，你确实适合当砖头。玉在哪儿呢？来，有请我的小帅哥。小帅哥，先露出真容吧，看看。哇！啊，真很帅。Hello， 大家好，我是汤中正。为什么你戴的是白色，龙哥戴的是红色？因为龙哥的这个面具啊，是恶人、坏人。太适合了，没毛病。没有我的坏，怎么能衬托出他的好？
他原来以为这红脸是什么侠义之士，但是在咱们这个傩的这个面具当中呢，他是坏人。嗯，恶人。而且跟哎，就真的我觉得特别般配。嗯，小伙儿，我给你点个大大的赞。那这个白色，其实，在我们以往的这个戏曲当中，白色都代表有点就这个奸诈，是白色。哦，曹操啊，曹操啊什么的。红色的其实关公啊是红色，但是他在这儿恰恰是反的，是吗？这是好的。这个是善人，三界公。你们是要带着他要表演戏曲是吧？一般来说我们会带着他去跳傩戏啊，傩舞。啊，傩舞。啊，但是我本身是一位街舞爱好者。嗯。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傩舞融合到我的街舞当中。哎，那环江人啊，嗯，很有创意。对。哎，我真的是这个拭目以待了。我叫汤中正，是一名街舞爱好者，特别荣幸能够上乡村大舞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我创作舞蹈的源泉。为了呈现更好的作品，我正在挖掘全新的元素，准备融入到我的舞蹈当中。谭师傅你好。哦，你好。听讲你是我们这个农民雕刻的第六代传人。是啊是啊是啊。哦，那像这样更多种雕刻，农民雕刻都是你自己手纯手工。纯手工都这个工具了。纯手工哦。我还听讲这个农民雕刻，它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代表。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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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比如说红白色代表是什么？是白色。亮亮。啊亮闪亮。啊闪亮。那还有白的颜色吗？黄。黄。贵贵。贵。哦，黄色代表贵。代表贵。哦，黄色代表贵。啊。啊，红色嘞，我给你来还有红色。通过和谭师傅的交流了解到。傩面各种颜色代表不同的含义，神秘的傩文化激起我强烈的创作欲望，我决定尝试把傩文化融入到我的舞蹈当中。这样一个全新的元素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我。乡村大舞台，我来了。八桂大地，山川秀丽，健康文旅，全区布局，乡村大舞台，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系列节目。第一站，桂林市宫城瑶族自治县；第二站，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第三站，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第四站，北海市合浦县。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我觉得这个真的，你看我们原来觉得这个好像凡是傩戏啊傩舞都代表着一种特别传统特别古老的这样一种民间艺术，但是恰恰我们的这个街舞给我们这个古老的艺术赋予了它新的感觉，真的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小伙啊，再次掌声感谢。谢谢小 B 哥，哈哈，我们的机械舞跳得怎么样？样很棒。那我们的那个萌娃奴索夫妇呢，也很棒。小 B 哥，你作为一个乡村急救不是极致狮王，继续啊，来点评一下我们两队第一环节的成绩。哎，我跟大家说，刚才这一个环节，一个是民族风情的啊，毛南的姑娘和她的如意郎君啊，这个团队的表演，嗯，然后是一个小伙的机械舞，真的让我特别有感受。好，我还真就不推辞了。毛南音乐真精彩，哎，复唱复随好有派。嗯，好。
白鹿新发治玉龙，观众掌声响起来。果然是一首很好的打油诗、啊、打油诗它也是诗，对对对对，你要特别今天格外诗。您刚才刚评价完他、哦、我这边还没说呢。哦哦哦，哎呀有感觉了啊，舞动还江有新意。好，有新意，传统文化要延续。好、哎、没错。炫酷少年人称奇。好，哎，就是队长不咋地。好，行了行了，出于你们这种羡慕嫉妒恨的心理，你说我队长不咋地就不咋地，我的节目好，我的队员好，我心里就高兴。好，那么现场的朋友们，请掏出你们的手机，扫描你们座位前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投票了。那么今天的投票规则非常的简单，就是只投出一个获胜者来参加我们乡村大舞台年终特别节目出彩乡村之星。那么你们也可以把投票的界面分享给你的亲友，共同来投票。咱们比拼继续进行啊，哪个队先来？我们先来。前面小毕哥不是谈到了吗，咱们这个环境的喀斯特地貌，对呀，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所以啊，这两天我是独自在江边漫步，哎呦，我不觉飘飘然呐、啊。后来我就派了我一个小兄弟吉利，替我去环江探访一番。喂，玉龙啊，啊，你放心，你放心。你事儿交给我，你就放心。你放心，我办事你就放心啊。行了，好嘞，好嘞。哎呀，这傅玉龙啊，就非给我出难题，吃个饭都吃不踏实，找找找。哎呀，我的腿呀、啊，都快累折了。这么大个城市，上哪儿找牛人去啊？哎，这个人扛根竹子干什么呀？对你来说的是竹子，对我来说的可不是。不是。它不是竹子还是金子啊？哎，你就说对了，对我来说它就是真子，我靠它得来的金牌。金牌？一根竹子得金牌？不跟你闲聊了，我要去训练了，不然要迟到了。我一根竹子得一个金牌，这高人呐！哎呀，傅玉龙，牛人我找到了。哎哎，小等会儿，等会儿，等我一会儿，小兄弟。哎，牛人，牛人。哇，哎呦，你好，你好，您是？我是他们教练。哦，教练，他们这是干什么呢？他们在训练。训练？这不是水上漂，这不轻功吗？这个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竞技项目，叫独竹漂。哦，叫独竹漂啊？对。哦，我就在这个武侠小说上看过，叫做一苇渡江，没想到生活当中还真有。哟，还在上面做动作呢。他们在做漂上180度转身跳的练习。哦，转身跳，哎，真棒！教练，我想问一下，这是竹漂上能跳多高啊？我们没有专门练过，估计可能可以跳30-40厘米吧。哦，30-40厘米，哦，哎，教练，我有个不情之请，我正在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寻找牛人登上我们乡村大舞台。我看咱们这个独竹漂队员啊都很厉害，我们试试挑战一下竹漂上跳高怎么样，跨越障碍可以吗？啊，没试过，没专门练过。那咱们挑战一下好吗？好，来，咱们先挑战50厘米的。这是要在平地上跳，好像难度不大，不是这在水上跳我感觉难度挺大的呀。
水上跳和陆上跳它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因为在水上跳它是在一个不稳定支撑面上面起跳，是是是，起跳的时候我们的力会被卸掉一部分。第二个是它跳过横杆以后还要准确的站到漂上面维持身体平衡。第三个是在行进间起跳需要控制节奏，跳早了就不是最高点过杆，跳晚了就会踢到杆。哎呀，妈呀，没跳过去，这真是有难度啊！看来就剩我们冠军了啊！啊，对，咱们来下一个。下面就挑战极限吧，放到七十去。因为平时训练以竞速为主，很少练习技巧性的训练，所以在第一次挑战七十厘米高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紧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挑战成功。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准备起跳的时候感觉高度还是蛮高的，心里突然紧张，导致错过了起跳的最佳时机。真的难过哟，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再来一次啊？掌声再鼓励一下。终于成功了，冠军就是冠军。傅一楼，看到了吗？你要的绝活我给你找到了，牛不牛？哼，小白鹿那队，我告诉你们，你们输定了。来，有请我的高人。来来，小伙儿，来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黄世纪，来自河池学院，是参加过全国民运会的独竹飘冠军。你是什么民族的？壮族。你那个在竹子上，首先体重是有要求的，对，但我这样肯定不行，不行，对吧？直接什么竹子估计踩水里去，是吧？有体重要求，对不对？对对对。然后还要有力量要求，胳膊呀，是吧？腰腹啊，是不是还得平衡感好啊？肯定。小白鹿啊，今天呢，咱们这个啊，在水面上表演不太合适，就在旱地，哎，你让我的这位帅哥给你展示展示平时怎么训练。别这样，你们俩直接比。我们俩比，你俩比啊！教练，看你的了。来，咱们上道具。啊，我们把这训练的家伙事拿上来了，让大家看一看那个独竹漂啊，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做很多日常性的训练。这叫什么？这平衡盘，这瑜伽球。黄教练，请您先展示一下怎么用这个。保持稳如泰山呢。闭着眼睛保持平衡，还要闭着眼睛。其实这个我特别擅长，因为我这种体重往上一站，那稳如磐石。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你踩这个只要分量够，你就可以了。来来来来，你不需要什么技巧。哎呦呵，哎呦，哇我，哎呀，哎呦。其实这个我特别擅长，你不需要什么技巧。哎呦，稳如磐石。哇我，哎呀，哎呦，哇我，哎呀，哎呦。我们俩试试是吧？还要试，哎呦，还不是说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了，而且今天你还穿的是布鞋，还稍微好一点。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让我弄个波浪，多认真的亮相，努力飘扬，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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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还别说，这真不光是有分量就可以的。对，好，我对你们俩比赛有信心了，来开始吧。来，咱们俩看你们俩谁能站的时间长啊！3、2、1，开始。输了，输了，人家还穿高跟鞋呢。哎，哎呀，我知道了，穿高跟鞋他能扎得很稳。谁说？那你来试试。不错，这个呢？好，这个怎么？这个怎么玩？教练给展示一下。嗯，两个膝关节夹住，然后腰挺直，然后保持平衡。来，脚不能沾地。
啊，跪在地上。这个好像应该能很容易。这个相对简单一点。啊，相对简单一点。那我就不来了，来直接比赛吧。准备，三二一。哎呀，玉龙，玉龙啊！哎呀，我太难了。看这一轮我稳稳的，这一轮好像玉龙比你强点。对，因为我的底盘比你沉。咱们经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是竹上一分钟，竹下十年功啊，这还是不一样。曾经的冠军，现在我们当老师了，教练。对，你要多培养出更多的冠军，好不好？好，肯定。再次掌声感谢。好，小白鹿，压力来了。啊，这不光是帅哥，关键是冠军。哇、啊，你看那个水上的那个表现，真的，我觉得这轻功啊，你得来点啥呀？小飞哥，我跟你说，龙哥这次撞枪口上了，我这个也是玩平衡的，而且我比你们更刺激。双乐苗寨，哎，就是这儿了，就是这儿了。这里面正在举行一个庆祝活动，为了庆祝这个苗寨搬迁25周年，而且我听说这里面还会有非常精彩的节目表演和民俗表演，走，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25年前的双乐苗寨人居住在山上，没水缺电，日子过得很艰难。搬迁到新址以后，正式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欢声笑语不断。现在的双乐苗寨人收入翻了好几番，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也是越来越丰富。今天他们能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哦，太厉害了！咱们那个庆祝活动还有没有别的节目啊？还有个更精彩的节目。还有个更精彩的节目？对。那带我去看一下好不好？好，走吧，走。哎，这么多啤酒瓶，这是要表演什么呀？我姐姐要从上面走过去。走过去？这有多少个啤酒瓶啊？有200多个。200多个？这瓶子空的，而且就这样放在地上啊，一点固定都没有。那走的过程中，这个瓶子倒了，是不是就算失败了呀？可以这么说，就是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接触到地面就算失败。这不太可能成功吧？我可以试一下吗？可以。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啊！哎呀，好危险啊！我感觉啊。才知道这个有多难，我好期待小姐姐的表演啊！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挑战吧，走。这个瓶口的直径才不到2厘米，她穿着布鞋走在上面，那她两只脚所承受的压强应该是非常大的。在这么大的压强下，还要走上200个啤酒瓶，天哪，这太厉害了！他能完成这项挑战吗？哎，小心！哎呀，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吓我一跳！看得我心都要跳出来了。天哪，这200个啤酒瓶竟然没有任何的固定，那对他的挑战就不仅仅是脚上的压强，他得完全的掌握平衡才行啊。哇，我真的是替他捏一把汗呐。哇，真的太厉害了，
他竟然能踩在啤酒瓶上做这种下蹲和起身的动作，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呀。哎，他不会掉下来吗？现在唐雨慧已经走过一大半的路程了，哇，她的脚肯定非常的痛吧，体能也快到极限了。加油唐雨慧，稳住，坚持住，马上就要成功了，加油加油。耶，恭喜我们挑战成功。这样，你就带着这个绝活跟我一起上乡村大舞台，好不好？我姐姐还有更厉害的项目呢，还有更厉害的，比这个还厉害。对，太好了，龙哥，这回你输定了。好，你的高人在哪儿呢？高人往那边看。来来，这是一个苗族的小姑娘是吗？对，大家好，我叫唐雨慧。唐雨慧，你要表演一个什么项目？大家往这边看。大刀，这是真刀还是假的呀？道具当然是真刀。不是，你要表演什么呢？问题怎么表演？就是会赤脚在上面表演。赤脚在刀刃上行走，那是真正的轻功啊。这个刀到底是不是开过刃的刀啊？锋利不锋利啊？我这样，我从这儿我随手拿一个柚子。我们真金不怕火炼。你看，这是本裁判长总评委亲自来试。哎呦啊，我往上扔一下啊，看看啊，刀刃很锋利，非常锋利。哎呀，我的天哪，哎呀，这的确太锋利了，这个大刀刃。来吧姑娘，请上刀。我往上扔一下啊，看看啊，刀刃很锋利，非常锋利。哎呀，我的天哪，哎呀，这的确太锋利了，这个大刀刃。来吧姑娘，请上刀。给镜头看一看。之前呢，我们只挑战过在12米长的大刀上行走，而今天呢，我们要挑战18米的大刀。今天下雨了，这个刀刃肯定有点滑呀。哎呦，屏住呼吸。看来这次是他们向自我的一个全新的挑战啊。在我们以往的舞台上曾经表演过12米，那么现在这位小姑娘要为我们表演的是18米，应该是到一半了。在高空保持平衡都很难，而且还要在刀刃上保持平衡。好，就快成功了，稳住。哎呀哎呀，越高越危险。哎呀，加油！哎呀，这姑娘啊，平衡能力超人。那么她在最后这个环节，是不是小白鹿？她还要有一个特殊的表演呢？对，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动作呢，大家拭目以待。她关键她这个刀把的位置上也是开刃的。哦，大家看，哎呦，啊，大家看，啊，锋利的啊，鼓掌！哎，大家拭目以待啊！哎呦，超高难度的动作，倒立啊！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非常锋利的刀刃，难道他是要用头部在上面倒立吗？我们不光脚行，头也行。哎呀，我现在心跳已经加快了。加油！我都不太敢看。
哇哇哇，太棒了。哟，掌声，掌声鼓励，太厉害了。耶，哎呀，上山容易下山难啊，啊，现在这个姑娘要下刀山了，难上加难，艺高人胆大啊。其实因为今天雨天，雨天啊，这个有雨水在刀刃上，所以往下走更难。哎呀，一会儿啊，她如果挑战成功下来，我必须还得检查一下她的脚底板。哎呦，慢点姑娘，千万慢点，不着急哦。嗯，啊，还能倒着走。哎呦，这倒着走姑娘太棒了啊。哎呦，这难度太大了，我要倒回去了。啊，单腿吗？哎呦，哇，太厉害了吧。哎呦，哎呦，金鸡独立。我说实话，玉龙，你能在地面给我来个这个动作吗？来不了。你在地上给我来个这个动作，我都服了你。好，朋友们，你们正在收看的这位苗族的小姑娘，啊，在长达18米的这样一个巨型长刀上，为我们进行的表演。刚才是先上去，现在又是下刀山，那么他表现得非常令我们惊讶啊。好，已经过半了。哎呦，我这心呀，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太勇敢了。哎呀，马上就要到终点了，胜利在望。哎，成功。我们再来看看你的脚，脚底板。我们再来看看你的脚好吗？脚底板，小心。哇，能看到一道痕迹。那个，哎呦，红了，完好无损。好，恭喜我们挑战成功，耶！好，谢谢，谢谢唐宇慧的精彩的表演。我这边叫独竹飘，我这边刀上走，都很棒。对，一个是水上的，一个是空中的，继续作诗。独竹飘，独竹飘，独竹一根。水上漂，好，身手敏捷，志向高，没毛病，好不好？哎，有了，玉龙上去准沉底儿，手忙脚乱，赶紧捞。好，该我们了啊。这小姑娘啊，得好好点评一下。18米是吧？对，刀锋舞者，刀锋上的跳舞的感觉。你看刚才她后边的动作是吧？叫刀锋舞者，绝技高。好，民间高手真不少。哎，没错。白鹿上去来试试啊，锋芒毕露，准伤脚。好，那么现场的朋友们，请掏出你们的手机，扫描你们座位前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投票了。那么今天的投票规则非常的简单，就是只投出一个获胜者来参加我们乡村大舞台年终特别节目《出彩乡村之星》。那么你们也可以把投票的界面分享给你的亲友，共同来投票。咱们接下来比比俊进行。好嘞，接下来呢，我们队。我要跟你出一个更好玩的项目。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环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不光是能歌善舞，而且还有很多特色的民族体育竞技项目。今天
我就要挑选一组队员，排练一个精彩的体育节目，来打败小白鹿。走着。这是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马格球，也是一个团队的竞技。一般我们会用到10个人。这个球是用竹子编制而成，我们的队员一般会踩在马格上面。我们踢这项比赛以进球次数来判定胜负。这是我们传统的民族体育运动——铜乒。铜乒运动需要用到2个人，站在一根竹竿的互相对面，一人拿着一头，反方向的扭这根竹竿，哪一方先松手，哪一方就失败。传统体育运动在皇江二高一直正常开展，抛绣球、马克球、铜鼎、龙舟等传统体育项目成立社团，列进课堂，融入课外，让更多学生参与，目的是传承保护毛南民族文化，培养团队精神，增强学生体质。这些体育项目课程他们是源自于大众生活，同学们对这种项目比较熟悉，所以上这样的课程同学们非常的开心。我们还有更特色的民族体育项目要在乡村大舞台上展示，乡村大舞台我们来了。有请我们的队员上场。来，摆出我们各自的地沽牛的造型，看啊看啊，别眨眼，看，走。哇哇，这叫地沽牛！天哪！首先呢，现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两头地沽牛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中间。现在呢，首先给大家表现的是他们竞技的速度啊，速度呢就是看两头地沽牛谁跑得快。现在比赛开始，地沽牛，比速度，掌声！好，现在呢，白地沽牛走在了红地沽牛的前面。这个在上面的地沽牛要力量，属于力量型。那么在底下的呢，这个腰腹的力度非常大，还要用双腿弹住我们这个牛上半身的这个腰部，而且呢不能掉下来，手不能落地，腿不能落地，有速度，白牛加油，红牛也加油，来，掌声，刮鼓掌。哎呀，他们是什么民族？毛南族。你是毛南族？对，我发现咱毛南族的朋友太会玩了。是的，你看这种玩法真的是让我们想象不出来，对，特别有想象力哈。嗯，哎呀，裁判，接下来我们展示哪一种竞技？两个头互相顶撞，两个牛头互相顶撞，看谁把谁能顶翻或者顶倒，对不对？哇！啊，来来，两头牛进入我们斗牛的状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牛有两个头。好，哎呀。哎呦，哇，这个腰好柔软呢。哎呦，斗牛开始。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有白牛和红牛两只斗牛，现在呢他们这个已经瞄准了对方的头部，发起了首轮的攻击。哎呀，两头攻牛啊，势均力敌，势均力敌。他们现在呢谁也不服谁啊，尤其是呢这个牛头已经焦灼状态顶在了一起，同时呢牛的尾部啊也要不断的发力，不断的发力。后边牛尾不要笑，你一笑就破了气了。好，来来来，继续。哎呀，太可怕了，白牛被顶成了两截。其实我当这个牛尾巴不行，我觉得我当牛头也可以。那没人敢当。来，掌声欢迎一下龙哥来。啊，龙哥来，龙哥。也不错呀，哎呀，这是我这么多年呢让我最佩服他的一次。牛伟说我太难了。龙哥牛不牛？我们得肯定赢，对不对？不服我就顶你，我就。好玩吧，好玩吧，太好玩了。好，我想电视机的朋友们都想到我们这个毛南族自治县来感受一下这个丰富多彩的民族的这种体育竞技项目了啊。哎，非常有意思。五位帅哥，台下休息。好，掌声欢送。好，那接下来小白鹿你得亮亮意思了。那看来我得放大招了。
老村的王冠场记哦，又打死又打死。哎，快点，快快快！徐吉，你喊我们来做什么？今天喊你们来吗？啊。可是有个大事要跟你们讲了。什么大事？什么什么大事？我们玩家不是多不了吗？你们又是我们镇的中央大户啊。中央大户，这个是肯定的。啊，这是乡村倒带来我们还江嘛，你们在这出个节目节目嘛。哦。那你觉得我们要什么节目好啊？要不我们上个广场舞。那要不你就来一个三句半了，简单懂。哎，你们意见都懂你了，那我有点事，我举个牙齿，你们现在该讨论了啊。那我们讨论你看见吗？你们先来了啊。大姐们，哎，出席来了，出席来了，下好没有？下好没有？他回的，我又没回，我回的，他们又没回，这个有点麻烦了。这样子吧，这个里面有个视频蛮好的啵。什么视频呢？我们就按这个视频。这个，他们有人好看不？还我的狂妄，还我的荒唐，打翻青春的鸡汤，管你的。果然不错，怎么样，小 B 哥？这是我们的五香模特舞团，这五种东西就是我们还江脱贫致富的无价之宝。嗯，这样，小 B 哥，你也给我们打个广告，吆喝两句，好不好？打广告啊？他就说好不好？那现场来这有点难度啊，这我就来打油诗还行，我这即兴给做广告，这那你给大家来点打油广告词呗？啊，对不对？行啊，反正豁出去了，万一没做出来，大家多多担待啊。这样，我说一个向您来出一个广告语，来，首先是香猪。香猪，那我们得看着他说。什么呀？不是我。香猪啊！别看我。还江的明珠。好，第二个，香鸭。香鸭。狗撵香鸭。呱呱叫！好，喂喂喂喂喂喂喂！你看自己都不用狗撵。第三个香牛。哞！还江香牛。嗯。牛，牛，牛，好不好？还有呢，还有呢。还有继续。香米。香米。给小 B 哥鼓鼓掌，基本上已经想不出啥好词了啊！继续，绞尽脑汁了。对，香米，香米确实没少吃，但你要让他做广告，香米，香米，嗯，香米恒久远，哦，一粒永流传。这怎么那么耳熟？
就是说啊，我们这儿的香米堪比钻石，对，那致富起来没少给乡亲们创收，对，一粒永流传，哎，是吧？好，最后一个香菇，环江香菇，七大菇中的王牌菇，行不行？你这么说，你考虑过八大姨的感受？什么七大菇？七大菇中的吗？王牌菇吗？好，好词儿。就刚才就这个节目的创意谁弄的？挺好，挺好。这个节目呢，它的创意是我们的下南乡下塘村驻村第一书记谭兆官谭书记的创意。哦，谭书记，他来没来？咱能不能？当然来了。第一书记，哎呦，这么文静小伙啊！哎呦，你看他这一上来，我发现都不用介绍了。看没看见？下塘村第一书记谭赵官，背面还有呢，您看背面，哎呦，为人民服务。朋友们，其实因为我们经常制作跟扶贫有关系的节目，所以我跟很多的第一书记都认识，但我还真没看过直接就把电话号码把身份穿在身上的第一书记。这件红马褂是我们环江县统一为我们驻村工作队配的。哦，这是咱们环江县扶贫工作当中的亮点，我觉得一个大大的赞。你这创意怎么来的啊？我们环江的五乡啊，在全国呢也是还比较有名的，今天呢正好乡村大舞台来到我们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正是展示我们环江五乡的最好机会，所以就展示给全国的各位观众，让大家多多认识我们环江的五乡。我们给第一书记的创意能力鼓掌。真的，这个第一书记他不光是要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要有创意的头脑，是吧？对，这个策划能力很重要啊，很棒啊。那说到这个五乡，这五乡在你的扶贫当中用上了吗？给村民带没带来什么实惠？像养一头牛的话，一年大约挣到4到5千块钱。那你看，所以你多养几头，那这个就是真正走上致富路。没错。谭书记，你到咱们这个村当第一书记当了几年了？我是2016年9月23日。哎呦，这记得开始驻村的。你就住在村上吗？就住在村里面。多长时间能回趟家呀？最长的是一个多月才能回一次。哦，现在呢比以前好了，一周或者两周回一次。哦，现在就是因为已经咱们脱贫了，已经摘帽了，所以可以这个一两周回去一趟了哈。在你当第一书记这4年的时间，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事儿，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件？最深的就是住在山里面，91岁高龄的老人，已经有50年没有出过山了。山里面不通电、不通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羊肠小道。所以我们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还有村民，我们就把政府帮他待建的房子啊，照片把它照相，给那个老人看。通过呢，做这个老人和他儿子的思想工作，把他劝下山，搬到了山外处。最后怎么接下山啊？是我们跟村民呢，那天有20多个人嘛，因为老人行动不便，村民就想一个好法子，就用这个折叠椅当成轿子。就跟那个四川那个滑杆一样。这个有没有拍什么影像让我们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我觉得要有的话就太好了。也拍了几张。大家看这个路多么崎岖又多么陡峭。这个找了两个壮汉抬着老人家，看一根竹竿，两根竹竿，把一个椅子用这个布系在上边，然后把老人家的腰在这围上，相当于安全带，对，防止老人家滑落，因为它是斜的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你看还有这样的道路啊，几乎是杂草丛生，而且坡度非常陡，是吧？大家看一看老人家这中间休息的时候，是吧，这个抬一段稍微歇一段，老人家我看精神状态不错啊。哎呀，这是上车了，老人这辈子第一次坐上小汽车。哎呦，这现在是进了他的新房了。哎呦，老人家看出来很开心。你在这4年多的时间
村里都把你当成这个村里的一员了，是吧？啊，有什么事都找你，老百姓家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是吧？那你自己家的事儿呢？你做了多少呢？真的说真的，还是对不起家人，真的。今天他还能笑出来，但昨天我们在一起哈、啊，在交流的时候，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就捂着脸，泪水唰就出来了。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这个是什么让我们谭书记突然间就泣不成声了？我后来我没好意思再往下问啊，我怕触到他的伤心处。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啊，我才知道其实谭书记呢，他的第二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被派到我们的这个村儿当第一书记了。也就是说，妻子怀孕，到生产，孩子到出生，到现在快到4岁了，你几乎都不在家。陪孩子太少太少了。你能算出能有多少天吗？算真的算不出，反正就是我作为一个丈夫，我在想，如果我的妻子怀孕，我不在她的身边；孩子出生，我不在她的身边；孩子日常的这种哺育，不在身边。一个女人能够承受得了这么多吗？而且她的妻子还是一个老师，啊，平常白天还要上班，你成了第一书记。那对他的压力来讲真的是太大了。我真的觉得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把掌声送给你的夫人，真的非常了不起。您的夫人叫什么名字？我们能问一下吗？叫谭于亚，是县二小的老师。谭于亚，对。今天我跟大家说，谭于亚呢也被我们特邀到了现场，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宝贝，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不好意思，提前也没有跟您打招呼哈，也没有说要采访你。哎呀，我真的是说，我说老谭，你这背后有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啊。生产那天她在不在旁边？赶着回来的。我赶着回来的哈，总算赶上了。我说实在话，就是你一个人要上班还要带孩子，我不相信你一点的怨言没有。因为高龄产妇，我住院的时候是自己上医院的。快生的时候自己去的医院，他不在身边，那时候那个心情，哎呀，我真是难以想象啊！那时候，当他当了一个好书记，可能就没法当好丈夫，理解了。理解，我理解他，因为他很辛苦。谢谢啊！我想代表我们这些所有脱贫的老百姓。啊，深深地对你说一声，谢谢你的理解，谢谢你。这也是我应该做的。真的，这一家三口哈，这团圆一次多不容易哈。哎，老谭，你知道吗？在咱们环江，像你家的第一书记有多少？有140多位第一书记。啊，140多位第一书记，其实可能面对的困难，他们自己家里的困难是各式各样的。那么，在全国有无数个像我们谭书记这样的第一书记，他们战斗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啊，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这种奉献、这种付出、这种无怨无悔，才有我们今天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最后到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所有的为扶贫工作做出奉献的同志们，谢谢你们，辛苦了，谢谢。哎，小平哥，那刚才这一轮的比拼已经到了我们啊关键时刻，两谁获胜了？对呀，你还是按老规矩得点评一下。前边是竞技是吧？对，前边竞技是丰收竞技，好热闹。民间智慧真奇妙，说来就来。传统体育有高招，哎，有高招。玉龙解说瞎胡闹，好，说得好。刚才这个第一书记的这个五香的这个表演哈，第一书记红马甲，哎，没错，走村串户无闲暇，没错，五香产业。真无价。好，最后一句你不鼓掌还等啥呀？好，鼓掌。大诗人呀，将来您别叫毕明鑫，叫毕打油。
那么第三轮比拼又告一段落了，那么到底是咱们壮美环江队更优秀呢，还是我们多彩毛男更优秀呢？好，朋友们，现在拿出你们的手机，扫一扫座位前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投票了，选出你最喜爱的节目，每人仅限一票，统计票数最高的表演个人或者团体将有机会参加乡村大舞台年度出彩乡村之星的节目录制。哎，那小明哥，如果胜出的话，奖品是啥呢？对呀，奖品就是刚才表演那个五香套餐，每个队十份，输了也有奖品。哦，啊，那今天不怕了，输赢都可以。啊，那么什么样的奖品呢？哦，来上演。我用嘴叼啊！哎呀！铜鼓不仅仅是来敲的，它还可以是用来叼的。三、四，我天哪！哎呦，用牙叼着敲啊！这牙口得多好啊！哎呀！掌声。我没看明白呀，这干嘛呀？还有，咱们先保留悬念，保留悬念，来继续。好，指挥。哇啊哇哇啊！直接踩到火上，直接踩到火上，这是俩纯爷们儿啊！问题是后边还有我们的姑娘、大姐，哎呦，女同志，哎呀，刚才把那个都踩灭了，看得我的脚心都疼啊！女生也可以啊，看看他们身手多敏捷呀、啊！这真是一个勇敢者的挑战。最关键，咱们这些女同志是巾帼不让须眉呀、啊。好，好，亲爱的朋友们，谁输了奖品是什么呢？刚才表演的是两个，再加上我们刚才这个上刀山，一共三个表演。刀山啊，火海啊，雕铜鼓。哎呦。啊，这三个奖品啊，谁输了、谁在当中选一样。干嘛表演吗？对呀、跟他们一样的表演。哎呀，哎，你们三选一，多好的奖品呐、我们队不用担心，咱们肯定赢。你说了不算。好，全场倒计时十秒，我们将关闭我们的投票通道，全场都有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投票通道关闭。好，朋友们，投票结果出来了，获得我们最后今天投票冠军的是朋友们，投票结果出来了，获得我们最后今天投票冠军的是丰收竞技场。我们哎，壮美环江队胜出了。好，最后我们宣布获得冠军的是我们的壮美环江队。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地公牛的这个哇！好，祝贺小伙子们，送上奖杯，代表我们父老乡亲，请你接奖。好，谢谢，谢谢小伙子们，谢谢。同时，大家看我们现场摆放的这五箱的这些奖品，将在我们获胜队当中，这个谁最卖力气啊，由你们队长自己回头写。好的。失败方啊，你们也要获奖了。刀山火海。雕铜鼓三选一，那我肯定选危险程度小的，那就雕铜鼓啊。你四十斤铜鼓，你这口牙，哎呀，我们小白鹿的这口玉牙，看来是可以永远的留在环江了。放心，小白鹿，你只要雕了，龙哥给你换一口烤瓷的。上，小白鹿，我觉得你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干嘛去了？干嘛去了？哎哎，几个意思啊？这不是铜鼓吗？你们光说雕铜鼓，也没说雕多大的铜鼓啊！耍赖！
把别人整急眼了，把别人整急眼了。哇！哎呦我去！哇！哎呀！来到环江，收获多不多？多。喜欢这个地儿吗？太喜欢。还想再来吗？不想走了。壮美环江，四季飘香，歌声传天下。好，好，那我来个下联儿：多彩毛楠，五谷丰登，鼓声震天响。哎呀，哎，对上了。横批，听我的横批：环江等你来。本节目感谢广西大健康和文旅产业工程指挥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白水洒在每座青山每条河，花烛。